转圈圈，转圈圈，哇，不同的视角，这真的是非常的庞大。哇，又吃一只鸡腿了，你要，哦，那你看，拢无食到几嘴，来帮伊倒拆开。最多披萨，这是必胜客的披萨。对呀、啊。阿姨，你怎么没有吃这个小星星？你有看到吗？有。那这里还有五只黄色的小鱼耶，还可以用番茄酱。哎，吴心怡今天没有吃香肠。嗯、啊。那么香肠不给常常吃。哦，什么时候有这么多大道理啊？嗯，因为今天很想吃鸡腿啊。嗯，说的也是，就是这么回事啊。那可以请妈妈帮忙把那个骨头用起来，哦。